解，我们不是吃烤肉来的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要不咱说这健身房没人呢？选址有问题，这也不是奔这来的呀。整点儿，扎狗整点儿，家门整点儿。来来，哎，不不，你想喝酒啊？懂了，整点点大点，全家的口粮都在你手上了，你小心点。跟你说啊，哎，哎呦，有点沉。别走，我好像结婚呢，就是那个婚礼那个蛋糕，我可以吃了快。说杨仔吃过饭包吗？这么吃可好吃了，包点饭再放上肉，我跟你说，你再搞点蒜、辣椒圈，太香了，咱说呀。那你包肉了吗？包了。哎，美女，啤酒杯需要杯吗？大家？谢谢。倒的全是沫，那这酒它就是有沫呢，给你倒上了一杯没沫的呢。你有当空姐的潜质。我跟你说，会喝一两的喝二两，这样的朋友够豪爽。来，好，双兔鹏飞傍地走，今天你有我就有。来。遇到对手了。怎么可能吃肉不积极呢？怎么可能呢？肉卷青菜那是绝对不会胖的。知道《武林外传》里的李大嘴联名款。加密通话。哎呀哥，你渴了。哎呀妈，手坏了，赶紧的。想吃啥？我跟你讲。我想吃鸡肉。不用那手，那我就想吃鸡肉。你快点熟，人家想吃鸡肉，抓点紧吧。三轮的哎呀，我给你盛冷面。我要七分之三的面。我给你炒个九又四分之三啊。哎妈，挺专业呀。什么哥哥，你渴了？你们都渴了。我给你卷一个肉啊。滚。我吃素。总这样好像我是那个酒蒙子似的。没吃好。